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日本偶像女团乃木坂46成员川村真阳是元老一期生，由于歌唱舞蹈水准都相当高，被粉丝称是歌舞双全舞娘，是团里的实力王。不料她却在近日爆出恋爱绯闻，而且男友身份还备受争议，掀起网络热烈讨论，甚至有粉丝因不满而毁了她的签名球。据周刊文春报道，川村真阳2016年12月底和今年1月中旬分别被抓包与同一名男子见面，且男子在隔日还买了两人份食材回到川村的公寓，两人疑似半同居。不仅如此，川村19日还与另一名乃木坂成员道表参道与该名男子见面吃饭，两人的恋情似乎在团里好友之间并不是秘密。而男方后来被记者询问到是否在与川村交往，也大方承认恋情。据悉，川村真阳的男友是个夜店工作者，平时的工作内容是陪客人喝酒，游说女性下海陪酒。对此，川村被记者抓包时回应，我不知道他的职业，所属经纪公司则全面否认川村的绯闻。